各位同心确定啊吼，咱中昼翕相的时阵，12:40伫门口到翕相吼，免戴帽啊，所以你帽啊会使放你桌顶，哎，你帽啊放你桌顶无要紧嘿。不用戴帽子，不用戴帽子。我们进教室以后就把帽子脱掉，放在桌子的右上角，帽檐朝自己。南极这口哈，南极这口是日本国会的简介。以后如果你在中央众议院，他就是你的直属长官。我们现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众议院议长潘良华潘议长。啊，咱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啊，真感谢大家为咱民政府吼肯付出。啊，肯来做咱民政府的这个参众议院的议员哈。那么以后咱无论你是中央，还是州的参众议院，还是这个郡的，拢是做民意代表哈。那么咱做民意代表，替人民来立法，那么兼爱监督。这个政府，无论你是州政府还是郡的政府，哦，拢需要咱大家来参与。那么以后咱所有众议员还是参议员所立的法，哦，是要当民政府的行政部门来依法来行政，哈，哦。那么咱基本的观念就是讲，咱所立的法。是要为咱台湾本土的台湾人来立法，吼，哦，所以咱爱替人民设想，吼，哦，这是咱今年元旦的时候，哦，咱的主轴，咱的主要的主张，喏，哦，为百姓设想，哦，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之前捌讲过美国国会的简介，哦，那么我即届得来讲日本国会的简介，因为咱秘书长有讲。美国给咱的指示，是咱将来是要依照琉球模式，哦，日本模式，的参众议院来学日本的因立法的方式，哈，哦啊。所以，我今仔就来简单介绍日本国会，哈，哦。这个就是日本因的参众议院，赶快这个。议会左边哈，一边是参议院哈，啊，一边另外一边的众议院哈，啊。那么伊这是内底开会进行。过来，咱2011年，咱第一开去日本，去靖国神社，哦，啊，第二天22号，哦，啊，咱就去因的国会去参访，啊，这是咱底下所翕的一个纪念照哈，啊。好，那么日本的国会哈。啊伊伫1889年迄阵发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就是明治宪法。迄当时，因个议会称呼做帝国议会，哈，帝国议会。但是来到1947年5月13日，因为战败关系，迄个麦克阿瑟改一些日本国会宪法，改做和平宪法，哈，哦。那么帝国议会啊，改做国会，哦，这。定义美国式的讲法啦，哈，讲国会，这是国家的议会，哈。那么日本国会同款，我那学日本，学美国分做两院制，参议院会当选242名，啊，甲众议院会当选480名，啊，来做伙组成，拢总有732个议员，哈，参众议员。这是咱的这个日本国会是日本。最高的权力机构，哈，以代表民意，哈，啊，来民主的国家，人民上大，所以国会代表民意，哈，代表人民，所以是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嘛是唯一会当立法的一个立法机构，哈。那么，伊个议员会当担任阁员，哈。那么，内阁伊这个总理、内阁总理就是首相，一定就是爱
参众议员来参选，一定是要参众议员来推选哈。啊，一般是只要你是最大党的党魁，哈，一般都会被推选为首相。OK， 啊，是你呐，你这党都无过半数，都要联合其他政党，哈，来选出一个这个首相哈。OK， 那么参议伊个议员242名，伊个任期是6年，但是每3年都要甲其中的一半，吼、哦，要定选，而且跟美国无啥共。美国是每2年改选1/3，哈、哦，而且是每3年改选一半。Okay， 但是这有一个规定，宪法规定袂使中途解散参议院，好、哦，这是保障参议院，好、哦，过来。众议院伊个议员有480名哈，任期4年。那么众议院有任期中途解散这个制度，好，就是讲，跟参议院无共哈，参议院受保障哈。那么参议院有优先，这个较优先这个制度了哈，就是讲，众议院哈，歹势。众议院有这个优先制度，这个是的哈。咱来看，伊预算先预前，就是讲，你若上法案出来，就爱予众议院先审过哈。这是日本宪法第60条第一项预算先审权的这个，由众议院先提出送审，好，有这个规定。过来，内阁不信任的决议，干那众议院有权来行诉。啊，这是宪法69条所规定的哈、哦。但是众院那通过法案，如果上去和参院一个结果个否决掉，那个上到等下众院，只要众院以出席2/3的人以上，哈、哦，啊有经过多数半数通以上通过，安尼这条的法律自动变作法律哈、哦，这个法案自动变作法律哈。哦，这宪法59条第二项规定 ，OK。好，那么众议院跟内阁的关系，好、哦，咱来探讨。就是讲，首相伊有权来改善众议院，哦，但是都无权改善这个参议院。但是众议院伊有权通过内阁无信任案，好、哦，来倒阁，好、哦。如果这个倒阁案通过，内阁那无第12台。来宣布改选这个众议院的事，好、哦，那么伊个内阁爱必须总辞，好、哦，就是互相牵制，好、哦，互相监督。过、okay。 来，众议院有17个常设的委员会，好、哦，那么这17个就是内阁委员会、总部、法部、外部、安全保障、财务金融、文部、科学。后生劳动，啊，真侪人这个后生劳动搞不清楚是啥物物件，就是类似卫生福利部啊这个部门，好、啊，医疗主要是医疗加这个劳工这方面的哈、啊。那么农林水产、经济产业、国土交通、环境、国家基本政策、预算委员会、决算行政监督、议院的运作委员会、加惩罚委员会，这惩罚委员会的类似。纪律委员会啊，这里好。过来，咱来看日本帝国的宪法，甲日本国的和平宪法来做一个比较。帝国宪法，天皇是最高的权力拥有者，哈，拥有领土主权、立法权、决策权、甲统帅权，哈。当时的军队、海军、甲陆军，拢是伊是统帅，哈。那么换来到和平宪法，天皇变作干那是日本国的国家的象征俩，吼、哦，一个精神领袖，无实际行政权，吼、哦，等于甲架空起来的，吼、哦。那么天皇是中伫帝国宪法是中央集权，内阁对天皇来负责，吼、哦。那么来到和平宪法就改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吼、哦，这是由美国。好，甲规定的哈。那么日本政府伊的权力来自日本人民严肃的信托，
这个权利，我日本人民吼所选出来议员去立法，立法和行政部门遵守依法行政哈。那么，在帝国宪法，军队向天皇效忠，军队是替天皇咧服务哈。那么来到和平宪法，改制讲日本袂使有军队，无宣战权，无交战权。这就剥夺伊可以当发动战争的这个，你若无军队，根本就无可能宣战哈。OK， 这是两个帝国宪法加和平宪法哦，基本的差别的哈。OK， 那么日本的修宪程序，得爱经过伊这个草案上去哦，参众议院这两个院，爱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来通过。通过了呢，爱阁送予全日本的人民来公投。那过半数赞成，安尼这个修宪案就通过。Okay. 那么，咱来探讨讲美国宪法因立法的精神，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先进的国家。好，那么因遐个。早期的这些建国的先贤，真简单。美国宪法，吼、哦，主要这七条加上这二十一条，这个修宪案，吼、哦，修正案，都一定把美国治理个较好些，吼、哦，唔免像中国人，因的宪法一本遐大本，弄咧白人民的白卡白手。哦、我拿来讲一个故事，就讲。中国人1949年大撤退来台湾了，吼、哦啊，你知影因遐早期来就贪污贪甲真严重啊。那么，比如讲咱台湾人早期拢会饲猪嘛，吼、哦。那么饲猪，因公迄个国民党因遮官员，吼、哦，中国人就对，不时就爱来收红包，啊，有一个养猪户就较白目。都拢无爱送红包，啊、所以不时来个突击检查，问讲啊，你用啥料食？伊讲啊，我都拢收集一挂厨余，吼、哦，就是喷，我都有食。迄阵早期，啊、哦，四五十年前，台湾拢差不多50-60年前拢用喷饲乌猪啊嘛，啊，乌猪啊抵抗力足好，我拢嘛饲到我那真肥真大只，好爱就啊开罚单，讲这无卫生袂使，我甲开罚单。啊，过一个月了，佫无送红包来，伊佫来突击检查。我啊，你即摆用啥料食？我用迄个饲料啊，哦，规包饲料倒好食。伊就甲摕当去试验讲，啊，你这饲料内底有抗生素，袂使佫罚钱。哦，啊，佫一个月后，佫无送红包来，好，佫去甲突击检查，问讲，啊，你即摆用啥料食？伊讲无，我即摆无咧饲啦。我拢发200块，叫因家己去食。啊，这就真正中国人吼、哦、来，就是拢要甲咱台湾人，都要抽税金啦吼、哦，啊，要收红包吼、哦，啊，立一挂法，立个土一堆，就是要说白咱台湾人。啊，你连咪卡到这条，你若无送红包来，袂过关，吼、哦，拢安尼吼。好，啊，所以咱若要立法，爱学。美国吼、哦，简单明了扼要。你看这条足严重的，但是写看个写了简单。哦，因为宪法1972年这个第二修正案，哦，这个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啊、哦，这叫做天授永枪权。哦，看介简单，但是这代志介严重，这条若伫台湾吼，啊，大家拢加情况断来断去吼，差不多人口就减一半呀。吼、哦，啊，伫美国奇怪就袂咧，当然不是咱有听到讲校园枪击案，哦，包括敢那昨日美国的这个一个基地福德堡基地嘛，佫发生枪击案，4个受伤，17个
嘛，四个死亡，十七个受伤。啊，不是就这个反永枪的这些人就来提案，要求州政府还是国会要去通过法案，哦，限制枪支。但是到尾拢未通过，哦，已经两百几年啊，哈，拢未通过。等到因当时咧宪法第二修正案咧讨论的时，大家拢咧讨论啥？啊，咱老百姓拢有枪吼，啊，咱政府敢得个爱有军队，煞咧质疑讲政府不可以有军队，不可以有武力，因为人家美国人民足惊讲政府利用伊个行政的这个资源，哈，用行政命令，还是用伊个权威来命令伊个部队来对人民实施镇压。哦，道理是，哦，咱三月二三，哦，中华民国立法院，哦，这学生占领了，搁去占领这个行政院，无几点钟后，哈，七点占领，刚迄暗刚那十二点外一点就开始镇压，就甲你驱离啊。黑就是用国家暴力，吼，国家有军队、有警察，因这拢有武力的。这些学生啊，根本手无寸铁，竟然受伤的讲百几个警察啊！哦，我都咧怀疑讲，安尼这些学生可能拢有学过少林寺十八铜人的功夫啊，空手会把遐武装打扮的拍受伤。哦，这些警察真正是豆腐警察呢！啊，只要有够袂见效，佫会当讲站柜台，更加讲去验伤啊！啊，这是甚物？甚物部队？甚物训练出来的政报警察？哦，拢只扣两下尔啦！敢若拄着学生了，就将百几个；啊，若拄着人民解放军，唔就差不多倒了了，死了了啊！吼、哦，啊是，中华民国真正袂见效，吼、哦。啊、所以是安怎？因美国人就开始就拢有民兵这个组织，就是当初因为英国移民来这个美国的时，第一你上岸了，第二可能拄到这个印第安的原住民，哈、哦，啊，过来有野兽，哦，有足侪迄阵都美国拢还袂开发，所以有足侪野兽。伊爱靠枪来保卫自己，啊，过来就是讲，有时啊，正着天候无好势，吼、哦，那么粮食欠收，吼、哦，伊爱靠枪去拍打，来得到那个食物的蛋白质的来源，哈、哦。所以就开始就因都每家家户户拢有枪，尤其因美国土地宽，吼、哦，你这个农场，啊，就你这个。聚落，跟另外迄个农场的聚落，可能拢几啊十公里远。啊，如果若有盗匪提枪要来甲你抢，如果你若无甲你无有枪，哇啊，这个武力不对等，拄着夹枪啊，咱若敢若夹菜刀，咱绝对输啊。哦，所以因每一个家家户户拢有枪，啊，这就是造成讲英国甲因这十三州当作殖民地咧。那个强行征收税金，啊，所立的英国国会所立的法，对因来讲就是讲，把因看作二等、三等的殖民地安尼咧统治，所以造成美国人这十三州尾啊，伫华盛顿的领导之下，甲组织这所谓民兵部队，哈、哦，甲集合起来，啊、哦，甲小可经过编制，哈、哦，有像有部队这个。状态来跟英军来对抗，打这个独立战争。那么，因为美国本身这些民兵平常时都拢有咧用枪啊，吼，所以大家咧打足准。啊，开放你买枪，你有材料，你买上好的、上精良的。那么英国军唔是因爱编预算，吼，啊，用到这批枪，用到差不多判啊，超过啊十年判，较歹啊，较来淘汰。但是你看，美国的民兵，逐支枪拢是算足新的、足准的，所以拍了到底，英军拍输。
哦，所以美国独立成功。啊，你甲想，人民用枪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哦，所以来到这个第二修正案咧讨论的时候，是咧讨论讲，啊，咱都拢有枪啊，敢得个国家的部队军队，哦，啊，这个国家若有这个部队，伊是毋是会用这个部队来镇压咱老百姓？煞颠倒咧质疑政府不应该有军队有武器，哦，因为你平时是你啊登高一呼，像当时要拍英军，那英军来要来突袭，啊，知影伊为遐来啊，教堂拢有迄、那个迄、那个钟吼、哦、大钟，都锵锵锵锵锵锵，大家听到紧急的钟声，就知影讲有状况，大家虽然都赶紧剃银刀，啊，是本来拢随身携带，都把枪拢扎咧来到。伊迄个顶，迄个广场，就集合。啊，听指挥官讲，啊，咱即马要安那布阵，要安那，哦，去围攻这个英军。哦，所以，等到咧议会咧讨论这条，是咧讨论讲是不是不要让国家有军队。伊唔是咧讲要安那限制人民不可以有武器。哦，你看这美国人想法，伊讲，我个人所拥有的武器就是我最后的防线。如果这个国家用暴力要对待我们美国公民的时候，我们可以组织民兵来跟这个国家暴力对抗，好，因此用这个舒克红线。所以，甲进这条虽然这个用枪权真侪人会反对，讲校方作者学生啊、学生囡仔为厝甲许多人偷开枪出来咧拍死人，但是这款呢，拢大部分拢是个案啊，哦，一年也发生几届啊。但是，伊对因国家的保护来讲，吼、哦，这包括用枪权，就是讲每一州、每一州虽然小可规定无同款，但是因基本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阮这州的民兵嘛会当保护阮这州，袂许别人并吞伊。哦，比如讲，较南边遮的德州啦，或是加利福尼亚遮有跟墨西哥边界吼、哦、的所在。啊，阮家己州里，阮就武力啊，吼、哦，无一定讲你联邦的中央的军队来支援，阮民兵阮就，那拄开始发生战事的时候，阮民兵就抓起来就会当战啊，吼、哦。OK， 啊，这是咱以后那有，比如台湾的基本法，吼、哦，要定的时候，吼、哦，咱会使参考先进国家，吼、哦，因安怎定 ？OK， 过来拖牙。入欧美，哈、哦，这个也基本上在咧讲脱离中国思想、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哈、哦。那么，你看看日本干那明治维新，哈、哦，二十几年人伊就变一个真强的国家，哈、哦。啊，咱要来检讨讲，为中国来，啊、哦，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好东西，啊，前那爱讲东西。你唔捌听来讲，哪里没人讲你算什么东西，有无？啊，但咱唔捌听来讲，你算什么南北？无人咧讲，恁没人是用南北。啊，东西就是讲啦，那以经济上，吼、哦、来做生意来讲，咱台湾啊出金蕉、甲山啊，咱啊纬度同款啊，咱要卖去福建，福建毛金蕉毛山啊，所以计较歹。哦，所以啊，你这算什么东西？啊，阮兜都有咧啊。所以卖无好价钱，但是你若甲金蕉、甲山啊、甲卖向北边的日本，哦，价钱翻了好几倍，哦。所以你看，那日本因的另外，也是这个来啊，我迄阵早期咱台湾无生产啊，因遐来的捧个个来啊，哦，贵松松，台湾人一般早期食袂起。我第一个食了捧个，是我国校啊，差不多二三年。好，我迄阵做囡仔头王，啊，带一只囡仔四个咧耍，啊，看了一个池塘，啊，顶完鸭人饲的鸭，我就讲，啊，无咱来牵鸭看怎牵得着。我徛头前牵，后壁正十个对我咧牵，啊，一个空坎的吼，迄唔知安怎准头才差，为我头壳牵落，我牵着我头壳一空吼，哦，足外空血差不多啦，规身躯底白衫拢淡，拢红。哦，真正头冒金星啊！当我头壳较无戆啊，我就讲因后壁遐几下拢咧哭啊！我讲好啊，无要紧，我转来
叫我妈妈载我去病院膏药啊。过后，我妈妈带我去火车站头前买一条冷锅，附属的冷锅。哦，潘公公，我第一个食冷锅是安尼，食到的，哦，牺牲也很大。啊，摕到唔甘食呢，潘公公好，伫阮枕头规枕，阮遐同齐，大家拢偏者偏者，拢唔捌食过。伫遐油枕就对啦，哦，唔甘食啊，潘公公吼，好。啊，所以南北好，你甲看。红山迄落吧，高雄诶，红山中，嗯，诶，我好煞袂晓讲个，有一个中街啊啦吼，伊个拢咧卖南北货，啊，台北地话即嘛拢咧卖南北货，因无咧讲因咧卖东西货，对吧？吼，诶，啊所以，啊咱即马来看，为中国来都是什么东东，什么东西，寒流，吼，我冰在冰冻，我上惊寒，大概若寒天来遮拢寒到时阵。寒流哈，啊无就沙尘暴哈，即十几年来较常听到沙尘暴啊哈，就是因中国迄边沙漠化的哈。过来哇，这两年啊较有诶雾霾，就是全世界先进国家无爱做高污染的一个行业，拢走去中国制造啊。好，所以啊，即卖若寒天东北季风吹哇，咱台湾往哪现着风台尾啊？伊个雾霾就飞过来，吼、哦！啊，那支气管较歹，吼、哦，像我气管较歹，遐雾霾来我就起嗽啊，吼、哦，脑就喵啊，吼、哦！我即马开始咧喵啊，小轮流的，好、哦，好、哦。啊，另外中国迄边来一个郑成功，伊成功咱就失败啦。荷兰1624年来安平，吼、哦。刚迄年哦、喔，1624年，荷兰人嘛去占美国这个迄落曼哈顿，纽约曼哈顿。啊，你啊看，几百年后，哦、喔，三四百年后，纽约变作全世界上大诶、上富、繁华诶都市，对吧？你看这个叫做新的阿姆斯特丹。啊，今麦咱的安平、台南变成呐，干阿一个小都市呢？本来府城讲是台湾第一大府城，我到尾啊，地理甲变，即马头变全台湾头个第四大安尼吼，输台北、输台中，还输高雄者吼。那么，所以我讲，第先讲来，以前讲咱失败，吼。过来，大清地理台湾，大清来管咱212年。无在条做一条位家人到屏东的纵贯线，哇，台一线是日本人1895年来了，差不多10多年的时间，就把这条纵贯线拍通了。因为中国人大清来台湾，因都敢那要歪过年嘛，无要好啊建设，根本无啥建设的。拄到较大条河流，桥都做袂过啊。哦，你看像高屏溪，还是大甲溪。流水溪，哦，迄较大条诶，伊都无大条做啊，吼、哦。过来啊，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在应该爱甲合作海啦，中华民国海台湾啦。哦，真正伊来遮68年吼，哦，伊才讲，咱也不卖伊来啦。完了，美军直接占领，干那日本人继续多只统治，哦，台湾真正水啊，比即卖东京可能佫较好啊。哦，因为迄当时日本政府派一挂少年的去欧美学习，而且科技人员吼，也是遐艺术家、建筑家，因倒来伫日本本土要升升袂起来，顶悬拢盖一迄个老鸟、老鸟站着吼，伊升袂起来，所以伊鼓励日本政府鼓励因来台湾，哦，所以遮少年人来台湾，伊甲伊。理想甲抱负拢在台湾奉献出来，所以有八天鱼因家吼，啊加一寡你看日本时代留落来建筑物，哼，逐栋了比即马中华民国建训练出来建筑师所起的拢较好看，无论你是火车站，还是较早日本时代银行吼，包括即马迄个台北宾馆吼，即个古早日本时代政府的建筑物吼，拢有够水，因拢是。
曲线的，无像即马中华民国训练出来拢走直线的，足歹看，人伊拢头壳门拢有弧度的吼，诶，条啊拢圆的较济，无像个，好，都会海个做参考对啦吼，简单讲，好，啊，过来哦，蒋介石，哦，老一辈拢嘛讲，甘愿伸着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无爱伸着即粒臭石头啊！吼，因为迄两粒原子弹，差不多三十年后，因就差不多恢复啊，吼，恢复正常，吼。但是即粒臭石头，到今要遗害台湾呢，这唔代表佫遗害外久吼。所以迄边来专不是什么好东西，吼。好，好。那么咱迄个政治王朝啦，还是清朝，还是即卖中华民国统治期间，拢是台湾差不多。上黑暗的时代，台湾较好的年代，你看日本哈，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后进步神速了哈。咱台湾干那迄个日本治理差不多五十年，咱就脱胎换骨啊。哦，你看台湾上好的迄阵脱胎换骨是，真正的一九差不多四公里迄阵，台湾的水准哦是跟日本迄阵的一级。诶，都市诶，水准差不多啊，因为遐少年来，直接牺牲奉献，拼先拼命嘛是要替台湾，吼、哦、来建设的对啊。Okay. 好，那么咱过来看以色列来做一个借鉴。以色列这个国家真小，但是伊伫中东是美国不可忽视的一个，等于是伊的前线个基地。好、哦，咱来看。全世界诺贝尔奖得奖来做统计，1901年开始有诺贝尔奖，甲伊这个是资料是到2010年哈。那么你来看，第美国上济320地，英国116地，好。啊，你甲看，你那个第二名到第六名，这五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瑞士、嘛瑞典、瑞士，这五个甲加起来，拄啊差不多。美国一个国家的得奖的总不走哈、哦，表示一个美国会当当第二名到第六名的这个国家的科学家所得的这个奖牌哈、哦。那么俄罗斯排在第七名，哦，算排在最后边啊，你看，意大利20地第八，奥地利19地第九名，荷兰18地第十名，咱日本母国16地排第十一名。即下你甲看，拄啊，敢若日本是亚洲的一个国家呢。好、哦，那么日本的人口是差不多2亿万呢。好、哦，啊，咱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的人口，摕几块牌？3地。哦，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华人的世界，迄个这个孔孟思想。说说白，因所有拢科举制度拢用什么标准答案的哈？说白人民的思考，所以中国人无创新能力，但是伊做个 copy 的，拢山寨，什么都山寨白。好、哦，你讲飞机伊嘛有呢，哈、哦？啊，你讲车伊嘛要做呢，但是因的车我较早，哦，1993年我捌去的时候。我一过去四川，啊，请因迄个面包车吼，箱、哦、仔车，啊，迄台箱仔车是敢若南昌飞机制造厂的车，啊，叫做塞山路，啊，你手我煞破，啊，我甲司机讲，啊，你太无爱雨刷，甲放我行，伊讲爱俭俭啊，用无会歹去，唔敢用啦，哦，去恐怖。啊！你下坡，东啊唔敢打，要求个个怕空爽嘞。吼、哦，有只速度叫，伊讲安尼较省油。吼、哦，要求我是迄天坐到后尾出去，伊讲吼，这袂使定个超，迄会歹去。我讲飞机制造厂做的，这车就做安尼，哎、啊，因做的飞行机唔来飞去无？哎，吼、哦，所以因作龙哦。但是你有伊嘛爱有就对啊。你讲做飞弹，人美国做拢细细粒啊，就会当射中好，伊做拢足大粒，啊射甘人平衡，伊嘛有就对啊，吼、
你来去看伊个物件，介趣味吼。啊，我定啊，我那捌讲着讲，我买一支骗子吼，加电钻，加一个劈的，我想电钻断去，结果看唔是，我骗子断去。中国济。好，那么有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犹太裔，吼。头多遐奖牌加起来要800多，吼。啊，五分之一就差不多160多，拢是犹太裔的人摕去，吼。啊，犹太裔的人占世界人口无到3%，差不多2000万，2000万的犹太裔的人口。有法度共摕五分之甲要160多，诶，这个诺贝尔奖，你看这个国家的人民真正有头壳有智慧吼，好，因这款思考方式吼，互咱真不可思议吼。是安那这国家的人遮强，强甲希特勒惊伊，讲我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但是输一个犹太民族，所以伊爱甲犹太民族。台掉就是这个原因，吼、哦！我要做全世界上强的国家，诶，日耳曼民族，若无来把这个犹太民族台掉，我无法度做全世界第一名，哈、哦。OK。那么以色列24%的人口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哈、哦，但是因这个研究生是真真正正是经过经验的。考试、考试，安尼才会当入业，才会当毕业的，吼、哦。所以以色列，你看伊人口无济，土地较细，是安怎有在条伫规个回教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下？啊、哦，包括迄阵跟埃及、吼、哦、跟叙利亚因咧战争，拢会占领，吼、哦。啊，这就是第犹太人的战术，甲伊的迄个战略，啊、哦，包括伊的武器的研发。拢比阿拉伯因只国家吼，回教国家佫较强吼。啊，这原因嘛就是讲，伊跟美国伫高科技佮军事武器研发方面互助互利。就是以色列第因个犹太裔伫美国因个势力庞大，美国个军融机构差不多拢由以色列人掌控吼。啊，所以那么美国人。嘛，对犹太民族真尊敬啊、哦，所以真侪政策其实拢嘛犹太民族伫背后咧操控美国国家的政策，所以对以色列，美国原来发言讲，以色列甲许多中东变作伊个一个前进基地，会当掌控阿拉伯这个国家啊，互因伫这个虽然不稳定的状况下，但是。在美国可以操控一个杠杆的情况之下，来掌控整个迄个中东的油源啊，啊，佮有一个武力底下咧替美国收掉了呢。所以，就是以色列伊的科技吼，像因去年有一个物件作证，就提强这个防卫系统。哦，这个巴勒斯坦因所辖。射出来这火箭弹，应用足俗的，这一套差不多15亿台币就做起来的防御系统，我都给排除掉。哦，啊，这对全世界来讲，哦，这都有够俗个样的，哦，足侪国家拢想要加买，但是以色列无买，这算国防机密，但是伊肯把这机密的资料，哈、哦，这技术来跟美国分享，那么美国嘛真愿意讲。加上先进的武器来卖予以色列，来保护以色列这个国土，啊，这就是两个国家有互信，吼、哦。我若卖你上先进的武器，你袂甲我转移去其他的国家去，吼、哦。啊，所以你看是安那，即卖马英九，美国不爱阁卖伊上新的武器，就是马英九看美国已经没有互信的基础。所以，都要发生战争，美国直接出兵较紧啦。无我甲先进的武器卖予你，你连咪得杀去予阿强迄边 copy 啊。美国拢是安尼，伊会使讲差不多保留三招。咱即马现在用的现役的，啊，即款的伊就较已经较唔惊讲互 copy 互学，因为伊后壁已经，比如讲 F-16，
那已经有 F-35、F-22 啊，哦，这第五代战机拢有啊，伊就看唔见 F-16， 哦，但是你看，连 F-16 的 CD 型，美国人不爱买，和中华民国，就是没有互信基础，哈、哦，伊甘愿讲保留开，哈、哦、，OK， 好，那么克里米亚最近嘛闹个真歹哈、哦，那么。因这个公投虽然有通过96%通过，但是这不合法。好、哦，这是国际法来讲，哦，联合国无甲承认。好、哦，伊讲第一，你当时加入乌克兰联邦的时，好、哦，那你是经过乌克兰的国会通过。那么你即马要离开，你爱乌克兰国会有一个分领土分离条款出来，让你做公投的法院。伊无做这个动作，这第一违法，违反国际法。第二，俄罗斯本来就是克里米亚这个黑海舰队，就伫这个克里米亚塞万堡这个基地，等于内底已经有俄罗斯的军队啊。而且俄罗斯搁伫乌克兰哈、哦、边界这里演习，咧恐吓克里米亚人咧攻岛，等于牙签甲你压咧，叫你去攻岛。当然，这攻岛出来不是非自愿的状况下。所以非法、哦、不被国际承认。好，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议长。跟各位报告一下，咱几点二十要回来吃？几点？